Hello， 大家好，我是 Jessica。今天呢是礼拜日，就是12月1号礼拜日，应该是12月1号礼拜日。Hello， 大家好，我是 Jessica。今天是12月1号礼拜日。那今天我想拍一个当日 vlog， 因为我今天呢就是要上台北去给 Tiffany 一个小惊喜。恭喜 Tiffany 跟 Fresh O2 的联名唇膏上市了，其实是明天上市啦，我先你知道先庆祝一下。好，那我现在就是化好妆了，然后就准备要出门，因为现在时间是1点多，然后我现在要先去 CN Flower 先去买花。我本来想要买乔偶还是什么的花，可是因为他们店的位置刚好就是你知道我要这样子从台北车站坐过去，要这样绕回来，时间上面大概可能要花40分钟左右，然后还要再加上他现场包花的时间，我觉得我会来不及赶上他的活动的第一场的时间，所以我决定要去中山站的南西成品去 CN Flower 买就好了。然后因为他们的花其实也蛮漂亮，就去挑一个漂亮的花，然后就带过去给 Tiffany。然后但是我没有让他知道我要去，然后我有先跟品牌的人先讲过一声说，哎，我会去，那我就会偷偷的混进去当做是他的粉丝之一，然后我会你知道戴个口罩啊，戴个帽子啊什么的，他应该是不会认出我来啦，因为现场这么多人要照顾，那我就会可能大家快讲完的时候我就是偷偷献花给他之类的，我还不知道，我现在其实还没有完整的一个构想，但是反正大概就是我就是会买花去给他一个惊喜就对了。好，那就这样啦，等一下带你们去看。赶上了，好吗？好帅！我赶上八班的车子，这样的话等一下我会有更充足的时间去花店拿花，再过去他那一边。好帅！好，太好了，赶上了。超多的，忘了今天是礼拜天，今天人好多、哦，外面都是人。好，我想要上车了。刚真的太喘了，我刚画面是长得很丑，因为我真的太喘。好，我现在要去6号车厢，然后车厢有一个小包间，就是可以躲在里面休息。现在到车上了，然后我刚刚买好 Tiffany 的花了。我后来买这个 CN Blue 的这个花，不是 CN Blue， 我刚讲什么 CN Blue，CN Flower 的花。然后其实因为他们的设计师去吃午餐，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帮我包。我本来想要包一个黄色、浅色、杏色，就是有点比较奶茶色色型的花，可是因为他们设计师去吃饭，所以就没有。我就只好就是买了现成。然后那时候因为其实它现成的花，我觉得花况没有到非常好，只是我有点犹豫要不要买。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再去看看。然后我就立刻 Google 了中山站附近有没有什么比较漂亮的花店，然后我就看到有一间就是是永生花，然后我就走过去，就是这一间叫做蓄丝花艺，看到吗？就这间蓄丝花艺，然后我就走过去看，结果那时候就是我看到非常漂亮的一束永生花的捧花，我想说哇，就那一束了，就那一束了，就他说那是客人订的，就是他们现场有的是一副蓝，是一束蓝色，就比较不适合，所以最后我又走回去南溪，然后买了这个。这一束其实它也不会不好看，只是像它有的花可能花瓣有点淹掉了什么，但是我已经没有得选择了。好，反正呢我现在就是坐上车，然后我现在就是已经过了圆山这边，然后就是要往它的会场去，它会场在天母那边。好，那我们等下见。吃饭在那边，怎么跟大家互动？有马在，有马在。等一下要过去，给他惊喜。喜欢它什么样的？地下六九九，售价是499，但是那真的是买组合是比较划算，四支买起来1499，那每一支只要200多块哦。那其实就是我们官网那时候的售价会是1599，那今天现场有。Oh, my God.
新竹的这一位Jessica 小姐，来，我们看一下她的一二三。好看呢、欸！我们三个现在是同一个颜色，可是我有搭。哦，对，还有搭别的，所以其实这几个质地很适合混擦，因为他们混的时候完全不会打架。所以呢，你想要自己买回去，自己当小画家，什么颜色都。I've been longing for this Christmas when everyone's around to share this holiday.Yes, it's a time of happiness, a time of joy. 我找到一个有来我们二手拍的网友了，在这。Jessica 居然记得我，而且我一眼就认出来，我看过他，超感动。虽然我不能讲出是哪一场，但是我看过他。他刚超惊喜的，超惊喜。然后现在 Tiffany 拍照还是超级多人，然后他们在等 Tiffany 在那边拍照，没错。第一个 YouTuber 记得我，开心。我第一个，对啊。可是因为你也很少跑别人场，对，比较对啊。好，那就这样啦。他们在学我，我刚刚一个情急比出赞，竞选姿势，太可爱了。还有好多人哦，今天人真的好多。你看他们都在学我。我要结束了 ，Tiffany 第二场要开始了。绕一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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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噔！好，瞬间纳为我的朋友们。我刚刚没有拍到这个，好可爱哦 ，Fresh Old Two， 他跟 Tiffany 这个，他们其实活动上面人超级多，在那边。好，我现在要回去了，刚刚。小小的喧宾夺主，自己在旁边拍照起来有点不好意思，但是呢就是觉得这边的网友真的都太可爱了。对，好，那我现在就要准备回去，可能早去班吃个晚饭，或者是我直接就回家。好啦，那就这样啦，大家要记得去看他的新口红，很好看，我也擦了，我擦什么接什么木什么果，那个颜色我再放在这边给你们。好啦，就这样啦。我到了雀斑新的办公室，我要来找他，然后等一下晚上一起吃饭。我们来吃品汤，品汤很好吃。我跟雀斑吃完饭了，他今天不露脸，所以就露个手。好，我们现在，我现在要去他，走回他家去，然后等一下可能坐一下，我就要回家了。刚刚我们吃品汤，在这边，这边是哪边？庆义安和这边，对，很好吃，是胡椒锅，个人那种小火锅，但它是胡椒锅。那你吃完不会觉得很燥热？会很口渴，因为我现在其实极度想要喝东西。我们待去前面顺便买个水好了。好，然后对我等下就要去学班家，然后。稍作休息一下，就会直接回新竹了。好，那今天的影片其实差不多也就到这边了，这应该就是 ending 了，没错。那哦，又对不起，那就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影片。然后如果喜欢，不要忘了按喜欢，也不要忘了订阅我的频道。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拜拜，拜拜，拜拜。哎，我新竹是这样。好，拜拜。Love in this wind, the land wanna fall in love in this wind.